因组长一定要按照中心体制来行。新闻线摇线长，咱一个月拢76,000笔，敢是？啊，76,000笔固定一个月拢一定要六。啊，咱今仔日，这就是咱千口以上袂当偷听。咱人讲我拄只讲的，就是讲袂固定。哦，每一个咱爱情中心拢分开啦，但是因为今仔日咱若家己讲，啊，我这个现在财务都我来领您统筹运作，可能这个财务组长吼，你去未在山内个好啦吼，啊不，可能出问题吼，嘿，什么代志？我来讲了，是不来讲？好，啊，所以呢，因为我在这个当中啊，才能够为大家做一个宣布啦吼，因为我这回也听讲，大家有当时啊，变成讲各位。啊，这个也都领任，甲恁交代，含咱的中心啊，你所交代的物件有一个出入啦吼。这点当中呢，我啊再次甲恁说明，因为这是一个啊，这个也都咱整个爱上单位的一个团结性的问题啦吼。甚至未来我拄则讲的，咱到泰国去，这个200万吼，咱的时阵啊，花莲这边同时嘛是100万。各个资源啦吼，资源变成信贷，所以咱爱上就是讲做这大，这个层面较大的问题。包括呢，咱爱上进目前中有买一个爱上中心起来，啊，所以呢，爱上中心起了后，咱未来个着手要成立咱这个爱上中心的这个工作，所以未来可能还要开一寡钱。啊，所以这点当中啦，我同各位来做一个报告吼，所以希望讲咱会当做一个历史性。啊，历史性标兵书册一页，哦，这是我是感觉这是一个，哦，咱以后真正爱成长的一个目标。由于今当中呢，咱拄则有听到咱的迄、那个这个叫做食品研发处吼，你看两年外来，这几年啊，3年多吼、哦，收入200几万，哦，那拄则讲来讲。含的时阵啊，咧开刀了后，啊坐伫迄个椅啊，啊都啊督导咱的领金，我咧做班长啦吼，有这条精神啦吼。啊，我是有听这个啦，今日才听到吼。啊，我感觉讲开刀之前啦吼，啊我也听非常的感动啦吼。啊，所以呢，因为今日啊，咱也感受着讲，今日咱爱上，无论是每一个单位，哦，尤其咱的哦，这个资源回收处。虽然我钱要介济，一个月拢万五块，但是这群人当中呢，我都甲迄个了，甲迄个资源回收处处长讲，讲当恁若去咧时阵，资源回收的时阵，咱请到咱的迄个杨明处长啊，去甲录影起来啦，啊，录影起来要创啥？因为帮助咱一寡同修嘛，珍贵这水，这点用心，啊，这点啊，可能。爱情啊，你不差别了吼，这个是你的上班，还是套炸呢？套炸就好用了。啊，所以今仔日的当中呢，会使甲讲，你修办的当中呢，就是咱体检啊，是规矩。啊，所以呢，这个体检啊规矩是建立咱道路的迄个壮大啊，咱道路壮大。所以咱道路会当开拓啊，万国悠久啦吼，这是因为咱每一个前辈者。应该是咧努力个目标啦吼，因为这个当然啦吼，咱伫这个检讨会内底当中啊，所有个细部啦，讲个足济，无论是吼，大家对科学个研究，大家对迄个个人在推办个的这个立场个看法，无论是咱个时阵啊，这个伫修办个过程当中啊，所做出个问题，大家拢会晓讲出。解决问题，啊，我嘛希望讲，是不是咱每年哦，阁有一个机会哦，咱会当爱上啊，所有包括东部、啊西部，大家在联合一起啊，阁来举办干部人才的联谊，所以这个实在这个意义非常的重要啦吼，意义非常重要，加强咱一寡交流嘛，加强一寡咱在。修办多对咱心性的扎实，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拄只有咧讲，就讲咱把这个工课交代予咱的这个幼主来做一个明年当中的这个建议，啊，建议也好。今年度当中呢，
就是讲咱临时去插哩啊，这个鞋底，因为落雨时间应该就好。啊，所以呢，鞋当中呢，鞋去鞋鞋底啊，啊，做一个结算。啊，所以因要来参加这个活动，要参加这个活动啦吼，都变成无可能。啊，所以呢，伊嘛感觉非常的遗憾，啊，咱嘛感觉非常抱歉吼。所以这是咱在处理方面啦吼，较不适当的一个问题。里面当中，咱的年期化啊，年规划应该来把规划成好势。如果有继续要举行着这个干部人才的这个啊年龄在教育，咱会把整体物件吼，甲出做甲成好势啦吼。啊，因为当然咱拿来学行路嘛吼，拿来学这个了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年纪这个教育啊，当然这是自然和谐，名名以来。第一次啊，所有爱上连接起来干部做成结果，哦，这个是。慈善哈、啊，呀，这慈善啊，哦，慈善那是花莲的，还台东啊，台东，台东，台东慈善啊，哦，这做出名，慈善米做出名，慈善的水稻田啊，水啊，哦，水啊。台东哦，这里是台东，台东很有名的四家。这里是台东，台东名产四家四家，台东名台东名产四家。你敢有想买四家？我是有咧赶啊，但是吼上车。台东资本，台东资本，遐台东的资本，台东资本。关山早已经过去了。在洗温泉，无啊。是去温泉啊。那袂，我搬恁啦。没事好啦。没事。啊，买买买吼，咱速度较紧嘞，甲看吼，就甲买买。忙上车，他要搁买买哦。那是不是三十？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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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点
台东基本呢、啊，哦，到今呢再买自家，一条啊，条啊，台东基本的自家啊，哦，台东基本连上一条啦、啊，今仔偌济钱呢？大目镜、牛铃色客、大链的色客，你若就讲这镜片都大个，那有买？那无好，遮大链的色客，这链无包。本来两百。看呐。是啊，我没有不知道的，而且啊，我能知道上至从前古人的事，下到未来的事，我都知道。那小子很臭屁哦，这样臭不臭屁啊？臭屁哟、哦！为什么叫臭屁？因为我们不下去嘛，哈、哦，屁没得屁，天没得屁，我们才会说什么臭屁呀、啊？因为难以入耳，难以入鼻嘛，哈、哦，听不下去，然后我们就很自然就会怎样，臭屁。但是世尊很慈悲哦，他没有给他说啊臭屁，他没有这样哦，他讲了一个比喻的故事。从前有一个人，他就说，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钱多到说，哎，我就随便来这边拿一些黄金，我觉得这些黄金我看得很碍眼，我就拿去丢到河里面，他也很高兴，是钱多到这样子的人。他有一天就走啊走啊走啊，他就看到说，哎，有人在盖楼房，那楼房有一层一层的楼房啊，就说，哎，这一层一层的楼房啊，这么漂亮，我也要来盖一个三层楼。那个请来那个建筑那个房子的人就说，师傅啊师傅啊，我要盖个三层楼。师傅说没有问题，然后就开始从一楼开始盖嘛，从一楼开始盖啊。他就说你在做什么？这很有钱的就问那个建筑师说你在做什么？我在替你盖三楼啊。不对啊，你现在盖一楼啊，我要盖三楼啊。他说不，我要从一楼开始，二楼再接二楼，再塞三楼，你才能够一层楼一层楼往上爬呢。不对不对，我是只要盖三楼就好了。要怎么盖？他给他盖的这样子哈、哦。他假设他给他盖的，他就好吧。他说既然你就这样讲了，那我只好给你盖三楼了，这一层嘛哈，那两层嘛哈，三层，好吧。你既然都这样讲，那我只好依你的意思盖了。他就把柱子怎样？叠得很高，然后呢，就在上面真的盖了三楼。这个建筑师也很厉害，好、哦，在古印度，在世尊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也很厉害。他讲这个故事，代表当时的建筑师也很厉害哦，有这个智慧。他真的就给他盖了这样子。可是有些人看到，哇，我好高兴哦，我有一个三层楼的房子了。然后这个建筑师就跟他说，哎。你真的觉得这样可以吗？你要住这样的房子吗？哦，他还是很有一点点的良心，觉得说，哎，他心里不安啊，因为。